级汽车。美味派对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魅惑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 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， yummy yummy yummy， 台北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排队好精彩。Happy, 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顽皮的碰碰车，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，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
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了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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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。哎呦，好晕啊！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停下绿灯行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，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排成一队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车，不能碰碰，好难受。这个嘛，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报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
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是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网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，鲨鱼鲨鱼有尖牙，要破大网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最强磁铁车。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
有的汽车，离开贝勒小镇吧！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考红灯了！不好，我也要闯红灯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发生了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不好，他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。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。一起来跳舞吧。工程车技能大赛。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酷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
这个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，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嗯，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屈才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，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，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合作最无敌？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